想象中的打工人。这不是我很紧的，今天是星期天，给你提时间，星期六我才能成功。只要请到我，办事可以搞定。做得好，给你三百工资，不得游戏你，一顿娱乐，一顿到外，跟到外大堂，到到大厅待着，不行了，一定要三十到位。哎，好不得你们的。十几回了，我没得腰，腰就会发花的。这个就是你要的万龙盒子噻，这是哪门子万龙盒子？龙呢？小龙虾，小龙虾，这个不是龙吗？那万龙呢？有手有脚，你这些数不上，一二三四，好多好多数，翻到多少回嘛？那混乱大场面呢？浪打一把还不到，你们吃不完，你要是一旦冲出去，我得搞到菠萝。炸！那巨龙的感觉有啊？啊，你真的是个鬼子！那中华对抗，你究竟在哪呢？你自己看好嘛。这龙虾再加兵不是外国的嘛？你说唬我？把你这臭家伙看哈！叮叮叮！所以有多个有外国人，他们还在摆脱了。就这一波，怎么接什么游戏跟老外对战？巨龙吗？这是啥聪明呢？你给我闭嘴！听到要求多，要求要来玩，太坑了你！我这就是阿瓦隆之王给你大场面，拉上你们五十个兄弟，五十来人，招呼你够不够？不够的话，再派只小队绕到你屁股后，给你老家顶顶火，更壮观。现实中的打工人，给你提时间，终于完成了成果。好的。